初代奥特曼为了保护人类实力不足，战败了六次，最后一次太让人心疼了。如果你还相信光的话，请点亮小心心，为奥特战士们加油吧！一，初代被杰顿打败，无力再战。初代奥特曼被打倒下了一次，但是奥特战士们加油吧！一，初代被杰顿打败，无力再战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。 无极在逆风中破茧，初代奥特曼被打倒下了一起扣六六六，为他加油。二，初代被嘎刺星人封印在水晶中。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。 三，初代被泰兰特打败，能量耗尽。点亮爱心，为初代奥特曼补充能量。四，初代被反派打败，封印在山中。 五，初代被希波利特星人变成青铜。五，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辗转时空会挫伤。 奥特曼太伟大了，看得我都想哭了。六，初代被亚波人绑在十字架上。